大姑啊啊！哎呀妈呀，买这么些吃的呀，能吃了吗？每个月呀、啊，总有那么几天肚子不舒服，就想多吃点。肚子不舒服，吃那么多不怕不消化呀？啊、过来结账吧。好嘞。干啥去？没给钱呢？什么钱？你买东西不给钱呢？没钱。没钱？想要吗？当然想要了。该着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啥叫该着呀？该着不懂啊，俗话叫欠着，文言文叫图账。哎呀妈呀，王小倩，你有没有点文化？那念图啊，那念赊账，就是买东西不给钱，赊账，明白不？啊，对，赊着吧。不行，王小倩，你这名字是不是为欠账起的呀？啊，你都说多少回了？大姑，我真没钱。要不我把这些东西退回去。太好了，你给我搁回去吧。大姑，你先帮我垫上呗。你说这一个月我给你垫多少回了吧？你说，大姑，你要不帮我垫上的话，我就得饿死，妥妥的饿死。行了，你看你这可怜劲儿吧。最后一回啊，谢大姑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啥时候还我呀？10年之后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嘿，你个王小倩，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你回来，回来。哎，大姐，刚才我听谁在这嚎呢？王小倩在这嚎呢。啊，哎，这小子。啊，对了，大姐，啊，早点回家啊。今天晚上咱家吃饺子，啊！你等会儿，没给钱呢，你还给什么钱？你这醋，我买瓶醋，你还给什么？你给我垫上不就完了吗？回头给你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回头给我？你啥时候回头啊？啊！你别说这话不用了啊！昨天买酒我垫的，前天买肉我垫的。大前天买鞋垫也是我垫的，我都给你垫8回了，我不能再给你垫了。哎呀，大姐，咱一家人最后一回。什么就最后？你怎么老最后一回呢？不行，这回你真的把这钱给我，我这垫的。今天下班早，心情特别好，带上我媳妇儿回家吃水饺。媳妇儿，哟啊，妹夫在呢。大姐吧，哎，干啥呢？买醋啊，吃水饺吗？哦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哎，今天你发工资吧？是发工资，都发别人了。我这就剩1000了。不对呀，你不是一个月2200吗？对呀，这有人老上咱超市买东西不给钱赊账，我不垫上能行吗？这谁呀？怎么这么不像话呢？买东西不给钱，这什么人呢？买东西不给钱，这太不像话了。买东西不给钱，这还要不要脸呢？这人谁呀？我就知道是你。怎么的了？骂人呢？怎么还？你说你买东西怎么老不给钱呢？你大姐回去老说，每次来了你都赊账。哎呦，什么叫我老不给钱呢？行，我今天就跟他算算这个账啊！我问你，大姐，前两天我是不是在你这儿赊了一袋大米？嗯。谁焖的米饭？我。谁吃的？我。前天我赊了一捆大葱，谁包的？我。谁吃的？我。昨天我赊了一罐酱，谁炸的？我。谁蘸的？我。今天咱们家吃饺子，我赊了一瓶醋，你俩蘸不蘸？蘸。凭什么我拿钱？卖谁了？卖我爷了。啊？你爷咋的了？失明了？王小倩啊，王小倩啊，你可真是你爷的亲孙子。快点把这钱给你王叔送回去。哎，方奶奶，不能都给我爷，这里边还有小米粒160呢。啊，咋还有他160呢？他看我卖的便宜，都买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就说您几个，你说你爸你这叫啥事儿啊？啊，卖来卖去你卖一圈，都是自己家人吧？家里能有70-80条不？嗯，行，这回一人分10来条，都能穿到死的。别说了，快把这钱给你王叔送回去吧。
是啊？我左什么右？我左右。你问问王小泉，你买的什么弹力裤啊？我一穿，嘎，当死了，往上一套，改成鸡心领套头衫了。不是，家里边不还有三条呢吗？这不都在这都成套袖了？你看还能穿，还能穿呢？你穿的方法有问题。你什么方法有问题？减点肥，减点肥，减点肥，瞧你一样，瞧你大肚子，减点肥，减肥。哎呀，王叔，你今天穿挺潮啊！啊，鸡胸、鸡心领、弹力衫。哎，王叔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搭上我卖那弹力裤，整一套，哪出去一溜，我跟你说，老太监你都得疯啊！哎呀妈，那笑闸都得飞竖了。哎呦哎呦，你这精神病院放假今天都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这还没看出来咋回事吗？啥咋回事啊？这个就是你卖的弹力裤啊，让咱妈全给买去了，让人王小倩出去卖。王小倩都卖他爷了，这就是你卖的高档鸡心领弹力开裆裤啊，不是衫儿，一个字，绝。你卖面膜有人敢买吗？我都卖出去一箱了，谁这么缺心眼儿啊？大琴子，我一猜就是他。哎哎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起来吧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个三号楼的那个张奶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她那个家具出点问题，让我过去帮着整一整。这样，你起来跟我干点活，一会儿再过去。大姑父，你别让我动，我等小米粒呼唤我呢。让我动，你说你呀，你就这么懒吧你啊？街坊邻居们，三天不见了啊！能猜出来我是谁不？看脸，别看形体。哎呀妈呀！没想到我在咱们小区的辨识度是这么高的啊！情况是这样的，三天前我在王小倩那买了一箱面膜，她跟我说，24小时连续贴，连贴三天，我就永葆青春。大伙看一下啊！我今年35，贴完像不像23的？大半夜这么说话，说我像53的？什么破玩意儿啊！这哪是美容，这毁容！我找王小倩去，干什么玩意儿这？我操！我操！你谁呀？大呼小叫的，看没看见？用完这面膜，他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大琴子啊，脸咋这么白呢？化妆了？我化什么妆啊？你不是跟我说的吗？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，不就这样了吗？那你不呼夫那了吗？你就骗我吧你！你说用完这个面膜以后，我就用到青春，我就年轻了。大美就跟我搞对象了，今天早上我就找大美去了。一开门，大美看着我以后，马上跟我朗诵了一首诗。啥诗啊？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咋用不？大秦哥呀，那是你呼的方法有问题，三天呼一箱，你搁这呼地瓜呢？谁呼的没有问题？我大姑父呼的就没有问题。赵康子啊，赵康也呼。大秦哥，你坐那儿，不瞒你说啊，我大姑父呼的比你还勤呢，随身携带。现在40多岁吧，呼的像20多岁似的，能看出来呀？你问他也不会告诉你。你看啊，你要变年轻了，不就把他超过去了吗？王小倩，你想法都邪性，我就问问他是不是皮肤怎么保养的，面膜怎么呼的，他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呀？不可能，我太了解我大姑父了。你问他，他会说：“我什么都不用，我就用清水洗脸，擦都不擦，完事我就跑步去，那叫风感。”我问问你，我找我问问你，别老问你，问问问你，你十万个为什么老问你？这谁来了？大琴呐、啊，对，是我大姐夫。
这怎么的？这是要演猴戏啊？我你演什么猴戏？是面膜贴的吗？王小庆啊，这贴你面膜贴的呀？不是，你贴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你大老爷们儿，那什么叫我？你不也贴吗？我不贴呀，我不贴，我就早上起来拿清水洗洗脸，有时候一着急我都不擦，然后我就出去跑步去了，这叫风干。你说的谁信呢？你说四来岁人了，长得跟二十多岁似的，都这么认为吗？是，大伙都这么说的。好，说明大家的审美很正常。告诉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啥保养啊？我也不保养啊。你是不是经常去那4S 店呢？怎么的？我还得加点机油啊。不是，是不是经常去那美容院呢？美啥容啊？啥也不美，虚伪。刚才说你成天随身携带，什么我随身携带？我携带什么呀？面膜。别听他瞎说，我什么时候去？我出去我带面膜吗？站好，手机站。怎么了？有面膜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找面膜往哪摸？没有。啊！啥啥啥啥呀？工具包。你这里边你看，这里边你看都是干活的工具，这能有面膜吗？啥啥啥？面膜，这谁的面膜啊？这谁的？那肯定不是我的。王小倩啊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是是，我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闲我闲的我呀。闹什么你闹？大秦，我跟你说，你坐这。光临了。哎呀，老秦大哥啊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哎呀，兴啥隆啊？我决定了，这个小店啊，今天晚上关门之后，以后再也不开了。呀，这装修的这么好，咋不开了？我不是有病吗？哎，你这病什么感觉呀？我这病我什么感觉？就没味儿。我没味儿啊。大妹子，那个我亲家跟你说没说让你来这事儿，你同意不同意？哎呀，现在也谈不上同意不同意呀、啊、你看我对你这饭店一无所知啊，你给我介绍介绍，你这个饭店主食是什么呀？主食疙瘩汤。主食呢？疙瘩汤。酒水呢？疙瘩汤。你掉疙瘩汤锅里了？哎，你说你起码整点包子饺子面条啊，什么叫疙瘩汤疙瘩汤的呀？为啥开疙瘩汤你不懂吗？大妹子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情呢？啊，我不因为这疙瘩汤我就能想起了30多年前的你吗？咋的，我是疙瘩汤啊？舌头没味儿，嘴跑偏。不，你这病得有多严重啊？哎呀，老严重了，大夫说了，要想好最少得俩疗程。两个疗程也行，那我就来帮帮你，反正也没几天。一个疗程15年。我的妈呀，我当了一辈子护士了，啥病一个疗程15年呢？来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不是那个大妹子，你吃饭没呀？哎呀，我上饭店来了，我在家吃饭，我有病啊。我太实惠了。大妹，你等着，我正好熬了一锅疙瘩汤，我给你盛一碗去。不是，这有啊，这有。我大妹能吃狗剩下玩意儿吗？你不是，我你快点啊，我还挺饿的。哎呀妈呀，这男同志就是心粗，你瞅这桌布铺成啥样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家里头要没个女人呢就是不行。你看看你看这啥呀，这是真是。哎呀，这挺好个台布。哎呀，哎，立正的是吧？咋样，铺立正呗？这还有个盘子是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咋给忘了呢？是这个吧？哎呀，哎，这多好啊，客人来了心情舒畅。大妹子，赶紧趁热喝吧。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哎，别客气别客气。嗯，味道不错。香不？嗯。啊？咋这么咸呢？你给整咸了？不是，我这嘴没味儿，我尝不出来咸淡啊。咸了？你这病叫什么来着？味觉失调。味觉失调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他现在吃糖不甜了，吃盐也不咸了，喝醋都不酸了。你不信，你让大妹妹看看，你来两口。啥叫来两口啊？
就我嘴现在目前这个病，啥味都尝不出来，我要整就给它全干了。你看信不信？我喝这玩意儿要喝可乐一样，真的一点就是你呀。酸呐、啊！这醋它能不酸吗？妈喷我一身，不酸没味儿啊！你看你看，酸的现在到嘴里根本不好使了，根本不好使，没味儿啊！来，来点辣的看看疗效。来，哎、你看辣的你。辣呀！那辣椒油它能不辣吗？不辣，没味儿啊！那你哈欠啥呀？看你们辣椒油都没味儿了，你得加到点力度。算了算了，蒜不行，得芥末。停停！哎呀，停了能治病吗？那、哎、后劲太大了。人家后劲不大，那嘴里能有味儿吗？你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你不懂，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得蹲着，就得蹲着。不是，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。老乡，哎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一直在物业干呢？对对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啊、我最早吧当兵。不是当兵，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，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，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，还礼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，哎呀，战友，战友，战友，真的战友，太巧了，没想到老乡，真战友。三哥，不是，你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。民兵。啊，民兵也是兵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。我是民兵，做鞭炮的。鞭炮？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吗？哎，对对对对。既然都当过兵，嗯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动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！集合，向右看，站，向前看，扫息，立正，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备，站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有力量就天，有力量就刚，比天还硬，比刚还强。痛快，王总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。嗯，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谈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在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快快快，过去知道。别，都是战友嘛，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他。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？谁买？谁买呀？对不对？咱们这块 啊
总共有三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，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咱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平淡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不是他那个什么了，我往哪塞呀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当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行？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肯定放心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。可以啊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不是他没包，我去，我有包，我有包，有包。哎。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啊！好，王总，请。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我是 CEO。哎呀，这个服务员挺热情啊！都说这个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人高马大、亭亭玉立的中年妇女。怎么是个抠抠搜搜的小老太太呀？啊！哎，你眼睛是不是长毒了？我是老太太呀，我是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儿。老爷们儿，我看出来了，大在哪儿？我是真没看出来。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你是来吃饭的，是来气人的？小哥哥，哎呀，哎，别这么叫，哎呀，这恶心，叫的，哎呀，这鸡皮疙瘩掉一地呀，这，哎，叫哥哥可以，最好别强调那小字行吗？哎呀，我说你真不知道咱俩在哪见过吗？你再好好的端详端详我。那那个还好，我看过不少恐怖片。要容把我吓死你！谁呀？你这个店里头有没有服务员？你不废话吗？谁家开饭店没有服务员呢？有没有一个女服务员，美貌如花啊？那个子超过1.68米？你说的是老黄吧？对，就是他。我能不能见见他呀？没问题，见可以。不过他现在还没上班呢。能见就行了。嗯、啊，没你事了，忙去吧。啊、哎，好嘞。什么叫我忙去吧？你是干嘛的？我是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这啥话呀？这是我开的饭店，你到我这儿吃饭，我不可以问一下你是干嘛的吗？我啥也不干，我就是想见见老黄。你能跟我说一说你是老黄的什么人吗？我现在不是什么人，不过以后没准我就兴许是他的什么人。这话说的多深奥，你一会儿是人一会儿不是人的，啥意思？老黄现在是个女单身，我是一个男光棍啊。人家介绍啊，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相亲，明白吗？不是，他妹子不够意思，他今天在这儿跟他相亲，这么大事居然没告诉我，什么意思？这次我是干啥的？你该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就好。哎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你怎么往外轰顾客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这是饭店，你吃饭我不反对，但是你相亲到我这不好使，你赶紧找婚介所去。不是，我就是不吃饭，我在这坐会儿不行吗？我不行，我这不是候车大厅，你说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？赶紧不欢迎你，赶紧走。不是你这啥态度？我啥态度？你赶紧走。哎呀，我愿意上哪上。老钱大哥，哎呀，
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又迟到了。老黄，你是？你不认识我呀？你赶紧端详端详我。不，用不着端详，用不着，没，你站住，站好了，姿势摆正，不许动，你要动我就报警。啥意思？你这是？那个谁呀？老黄大妹子，你不认识他？不认识啊。啊，那你跟我说一下，你今天除了正常上班，还有别的其他的安排吗？那我还有啥安排呀？没有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剃头挑的一头热，是不是？来，这儿不欢迎你，赶紧走，上来。哎，你啥服务态度？你咋撵顾客呢？我呀，按说是个服务员，你是老板，我不应该说你。但就今天这事儿，我得批评你啊。咱们开饭店那得热情待客，礼貌待人，你这叫啥事儿啊？对呀，你看人家的觉悟。切，你不是，他不是来吃饭的，他是来找生孩子。那啥，我就是来吃饭的。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本店呢有家常疙瘩汤、三鲜疙瘩汤、养生疙瘩汤、野菜疙瘩汤，您喜欢喝什么疙瘩汤？你这瞧你那德行，还拟定你那个臭不要脸什么样？我太……那啥，大哥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推荐是吧？本店的特色就是野菜疙瘩汤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就这个。好嘞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做去啊。哎，等着。哎。你不是说你来相亲的吗？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，请问你这个亲咋相？我就喜欢单方面相亲，咋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肯定没戏。哼，有戏没戏，我自己努力。不是我跟你吹，就我的身子板，从上到下都是男人的魅力。我不要了碗疙瘩汤吗？他一会儿就得给我端上来，啊，就这一碗疙瘩汤的功夫。我就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。野菜疙瘩汤好了，来了。哎，那什么，你今天啊，你就在厨房后边待着，你别出来，前面归我、哎、啊。那你好好的啊，别出岔。哎呀，放心吧。野菜疙瘩汤来了，赶紧趁热喝吧，喝完之后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。哎，你咋给我端上来了？服务员呢？我就是服务员。我要女服务员。女老黄。老黄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别理他，他是来找茬的，不是找茬。哎呀，老钱大哥，人家来找茬呢，说明我们服务有瑕疵，咱得改正啊。这位大哥，我们服务不周到，有瑕疵，您多提宝贵意见。最大的瑕疵就是你长得太漂亮了，大妹子，今天三十几了。三十几了，这可唠的，我都奔六了。能吧？你长得也太年轻了。哎，别在那扒瞎，行不行？你眼睛确实长毒了，抽空去医院看看，赶紧喝汤吧，一会儿汤凉了，汤凉了喝了擦心了，一擦心容易了，嘴就更歪了。这样。我也没说不喝呀，大妹子。啊，这汤。是你做的吗？当然是我亲手做的了。您快尝一尝，我跟您说，我这个汤啊，你趁热喝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快来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太好喝了。嘿嘿嘿，看看，闻都没闻，喝都没喝，就说味道太好喝了。你说他干啥了？